去识别，有一种手部运动身材，让你自己后背左手在那边举起来，斗气的，然后再来右手，准备左手，然后再来右手，这样运动站起来好对劲，准备扭扭屁股，动动腰，碎碎，你看看马蹄站得非常的快乐。来个马蹄，最后的 pose 摆出来，掌声鼓励一下，我先摸一下，哦，这个马蹄相当厉害，再次拍手，再次鼓励一下，这么多的掌声哦，然后这个马蹄准备要回去哦，跟新朋友们做个小小的祈祷，请用双手合十，虔诚祝福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我们三个要回去了。现在就请各位来宾一起掌声欢迎泰国伙伴班级哥哥与小乐弟弟，还有龙龙出场喽！现在呢，就请掌声欢迎海豚出场。哇哦，你看他站得非常高，很有活力哦。另外一位海豚会在此呢，以高度优美的跳跃姿势来向您致意。感谢现场所有来宾今天不辞辛苦完美的光临，别留海洋世界。待会呢，我们的几位海豚伙伴小乐班及恐龙三位小帅哥，就跟现场所有来宾来大声招呼问候一下喽。您现在所见到海豚都是处在台湾周遭以及澎湖海域所能观察到的南方平地海豚。现在呢，也请大家把您的双手通通举起来，相救腰环，一起跟海豚挥挥手，说声 Hello。哇哦，你看我们的龙龙很可爱，直接跟大家问候。当然，小课班级努力挥动胸前的模样，就跟我们挥动双手很像哦。海豚伙伴们打招呼礼数好像不够周到呢，再来唱首欢歌送给现场来宾，三位准备，一、二、三，唱。不太一样，他们呢都是透过声音来认识每一坨海豚，或是发现来自不同地方的海豚哦。接着上来，那边可以仔细观察到了海豚还有着长长嘴巴，这长长的嘴巴可是评比海豚的正式标记。长长的嘴巴有什么特殊才艺？训练师都准备了大圈圈，就起来欣赏小朋友班级龙龙三位碰到圈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三位准备，一起来喽！别忘记了，掌声为我们加油鼓励一下，谢谢！哇哦，你看他们很厉害呢，还有这个长长的嘴巴来游圈圈呢，尤其这个圈圈那样有板有眼的样子，相当的可爱。而告诉现场来宾，海豚长长嘴巴也是他们最敏感的地方，他们呢都会透过嘴巴来接触、探索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哦。还有呢，海豚很聪明啊，当他们在大海中寻找食物的时候，为了防备锋利的石头刮伤，他们还会找柔软的海绵把嘴巴给套起来，是不是很聪明啊？刚刚现场自然里应该都有注意到了，海豚还有对象是小手的胸鳍。据说呢，海豚的远古祖先其实最初也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不过当他们进入海洋中生活之后，前肢也逐渐退化，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胸鳍。这个胸鳍除了可以游泳划水之外，然后你还可以做些什么？训练师都准备了篮球，首先由我们的龙龙率先带头出发到水池一圈。当然小朋友们也喜欢身体上的No, no, fin. Fishman ball or not? No. Fishman ball or not? Yeah, no. Berdiri sini, tengok. Tengok.其实海豚的胸鳍最主要的功能是用来控制方向以及保持平衡，